现在我来转这个转盘，如果我转到这个什么激情三宝啊，希望你们不要想错啊，它真的只是激情三宝。预备走，这当当当当。如果我转到这个什么激情三宝啊，希望你们不要想错啊。这是命吗？为你的命点个赞，真的。你们是不是能遥控那个？我们这个激情三宝，第一宝是什么？第一宝就是公主抱转圈圈。好，第一宝，自己，哎，自己的命啊！对，哎，啊，自己的命。来，我们一圈，两圈我有点晕啊，三圈，哎。几圈了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！主持人有点晕。来来来来，我们的激情，激情二宝是什么呀？好没有气势！给大把钱没用，滚！你不觉得给你个大嘴巴吓我一跳，边呆着是三宝人吗？哦，拍照是吧？来来，大家好。好，三宝已经完事了啊。来，把小鸭子还给你们。从哪开始？他不会粘到我的下巴。我跟你说，我胡沙很重的。不是，你刮着你给它刮破了，你知道吗？小鸭子晚上找我来是吧？破了，不是，他没有办法，他会上我的脸呀、啊。那我就不用动是吧？你看这个很难的，我站。这个他们能拍到什么？我想想，没掉，他没掉。然后呢？我用下巴接是吗？是这意思吧？这都不接不到我这。不行，这个不行。不是你站的不跟那棵树似的吗？我不掩饰。我也是。你假装你后面有一棵树，把脑袋让开，好吧？姐，你开心就好。撩妹挑下巴、哦，我记得上次是我，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。限定一个时间，我会说。
我是不是太惯了你了？你们也谈恋爱过是吧？老师你怎么这样啊？配乐配得这么及时的话啊？这张还没有拍着吗？你是入戏了吗？曾经啊，紫霞仙子三二一开始，这紫霞，紫霞来，紫霞，想想我在想。我的刘海掉了，下一个。我们今儿不录了。对，因为为什么不录呢？因为其中有一个环节让你抱着他做蹲起，你觉得不合适，所以不录了。我不能录，真假的？真的。当时我压根我就没信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没有，从我刚化完妆，他没事干，我待会儿。啊。总不会再坏过嘎啦梅林了吧？现场公主抱对方并做五个蹲。